我们先梳一下脑袋啊。哇，你这样就踩在筋斗云上面，这毛像城墙一样。哇，嘉哥，你这个毛做毛衣可以啊。下回要掉毛了。哇，这个大白全是毛。哇呀喂，随便一揪一大撮，好像薅不光一样。我很好奇，毛这毛太厉害了。呦，像不像那个魔术师变出来？你看看，枪骨的毛，外面黑的，里面是白的。哎呦喂，欧卡也掉了。欧卡，我们来梳毛啦，你要乖一点好吗？我们先手动薅一下毛啊。哇，蒲公英柴，我们先梳一下脑袋啊。你怎么躺着这么舒服的感觉？躺在妈妈怀里梳毛，我也想。掉毛怪我看，你有点像在那个木工在刨那个木头。好了，我们来梳一下大肥，大鸡腿。我看被压住了，乖呀、啊，我看。嗯，乖乖看。我们换把梳梳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看。这个，哇，这把梳子梳梳梳的声音很舒服啊，感觉有点舒服，然后有点眨眼睛想睡觉啊，梳子都。给你梳一下手手，感觉很乖。梳一下尾巴，好像梳的差不多了，拨一下浮毛。好了，我们换面了。梳一下大脸盆，你的头，我们换一面梳啊。我看，哇，这面好多。其实梳着梳着觉得还可以，也没有掉很多。你叫这还可以？还可以。我看毛还有黑的、白的、黄的。我看你这样，这踩在筋斗云上面，别在筋斗云上睡觉啊。睡着了。瘦了瘦了瘦了，嗯，真的瘦了瘦了。你不能拍，你一拍长膀了，走了，逃走了。好了好了，到插口了，带我们插口梳毛啦。哇，大哥，你身上的毛也好多，来揪一下先。哇，插口这个毛掉的都混色了。我们先梳一下头啊。够好开心的感觉。插口，你这个毛真的是好厉害。我这毛揪得下来啊？揪还可以继续揪。喊你继续揪。插口不痛吗、啊？不痛，这毛本来已经掉掉了，你只是帮它梳下来。插口很乖啊。哇，你看已经梳这么多毛了。我看看，哎呦喂。已经梳出一只你了，嘉哥。大哥，我们这一面梳的差不多了啊，我先换把梳梳一下浮毛。哇，刚刚以为已经梳完了，结果还有这么多，也梳不出啊，嘉哥。是这不行，插我的发量。左边梳好了，右边还没梳。这面梳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换一面了，好吗，嘉哥？哇，你看、啊、这一面就梳成这个样子，太壮观了，真的。真的瘦了好多，腰身都出来了。老样子，先用手动薅一下。我把 A 面的毛先拨过去，给我跟妈腾点位置。哇，嘉哥，你这个毛做毛衣可以啊。再梳一下肚子啊，大哥，嗯，很快就好了，很棒啊！我们梳完了，最后再帮你梳一下狐毛。哇，看看，一只狗梳出两只毛，哎，两只狗，哇，这毛像城墙一样。嗯，很棒啊，我们傻哥。嗯，身上的一点点都没有了。嗯，梳不多了。把毛都收集起来，送给粉丝。啊，一袋还不够，直接梳出两大包。头发爸在做最后的清洁。丢丢毛都不放过，这东西挺聪明的。